哇，沖咖啡啊，正喎，好香啊！沖多杯俾你。唔使你，我飲花茶。花茶？做咩？覺得我瘦咗又靚咗啊？都靚嘅，不過好似腫咗少少咯。飲齋啡啦，去水腫一流啊！你平時早晚一杯㗎？唔係啊，花茶幾好啊！嗯，正。 你排眼系好似有啲唔妥咁喎，口味变，身形变，连中意嘅嘢都唔同咗。你平时对小朋友冇乜兴趣噶，而家望住个小妹妹送俾你张感谢卡，就喺度阴阴嘴笑，搞咩啊？咁你做到嘢，人哋多谢你，你都会好开心噶。啊！前两日你好似请咗架睇医生系咪？仲好似系 Sophie 介绍嗰个夺体样。 好似系副科圣手，仲好多人揾佢接生嘅喎。你唔系？Oh my god！你真系有咗啊？系啊。但你之前明明同我讲话唔结婚唔生仔，咁先系个负责任嘅人噶，点解你堂太转得咁快嘅？一直鼓励唔到喎。 OK，翻房事講，小心啲。喂，一句個企晒喺度，搞咩啊？風 Sir， 而家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嘅，我哋擔心你喜事變激喜事，所以呢度有答，我查翻出嚟嘅資料，裏邊有婚禮黑名單，實幫到你。 喂，有單 case 啊！原本 book 架伦敦的士最尾嚟架香港的士喎，俾你点啊？坐唔坐好啊？婚纱相紧要啲啊，最紧要唔好俾佢哋影你哋咧，影到新人似路人。有时影出嚟啲质素咧，仲需要过用手机影噶。仲有啊，有时质素相费啊，仲贵过你哋啲成个 package 噶。上多少少啊，风 Sir，我睇到报道话咧，有啲婚礼场地嗰啲装饰布置啊，行行下礼冧落嚟噶。啊，几唔老礼啦吓！人哋讲晒啲不良营商手法出嚟，你估我知唔知啊？ 喂，搞咩啊你哋？方 Sir，唔系我哋搞嘢，系你搞出咗人命啊！方 Sir， 呢度有个无敌生仔 package， 包金牌医生开刀，连五星级培月，可以叫 Madam Kwan 谂谂佢。嗯，呢件事阿 Yan 同我讲话，净系得姑妈个知嘅啫。一定唔系姑妈讲嘅，佢咩都唔讲嘅。即系咁嘅，头先我就落14楼揾 Bonnie。 真係咁啱得咁巧咧，我就經過 pantry 門口，咁耷低頭見到鞋帶鬆咗，咪踎低綁鞋帶咯。之後就唔小心聽到啦 ，Ada 姐，你今日着高踭鞋啊？通 Sir，Amin 知道咗咧，不出5分鐘就，成棟大樓都會知道晒。過多5分鐘，我姨婆都知啊。啊，你話咧，第日卡神嘅竇搬去邊度好啦？阿媽。 Carson 系我哋大仔嚟嘅，我知。咁你细仔嚟紧啊嘛，咁你系咪唔搞翻好间 B B 房俾佢啊？Carson 会明白嘅。就算屋企咧有大肚婆有 B B 咧，养狗都一定唔系问题嘅。不过咧，最大问题啊就系你部游戏机啊。咁关部游戏机咩事咧？你第日要凑 B 噶嘛，边度得闲打机啊？咁摆到睇下得啩。你点都要吉个位出嚟摆 B B 床噶系咪啊？ 而家阿 Yan 啊，你 B B 都有埋啦，你係咪應該俾翻個名分人哋咧？哦，我哋係啊，我會同佢簡單咁簽個字就唔擺走噶啦。嗱，你哋註冊結婚啦，嗰個結婚通知書咧就會公開展示，睇下冇人反對噶嘛。咁到時你啲朋友見到啦，咁過嚟就恭喜你啊，咁樣唔通飯都唔請人食一餐啊？會，我哋會啊。係啊。咁咪係咯，嗱，你啲舊同事一餐，朋友一餐，親戚又一餐，而家啲同事一餐，幾麻煩啊！ 不如方便啲，一次过摆晒佢。你就当俾我哋两个得个安心，最紧要保住我哋粒孙。嗯，你哋到时准时出席就得噶啦，其他嘢我哋包办，嗬。嗯。点啊，仔？唉，我保得住你，保唔住你呢个亲密战友啊，部机啊，迟早俾人搬走啊。 点啊，死仔？做咩一嚟啊，死仔啊？
你仲好講，係咪你爆料俾阿海斯拉知啊？話阿 Yan 有咗啊？哦，我就係想打過嚟提下你咋，海斯拉已經殺咗上嚟啦。唉，等你爆料啊，真係死得人多。喂啊，我今朝同佢哋飲早茶，咁啊咁啱講開，我哋約咗出海玩，又咁啱講開阿 Yan 可能唔係咁方便，咁就係呢句啫嘛。佢哋就扯住我問阿 Yan 係咪有咗啦。咁其實上次你話要 check 真啲先知啊嘛，結果係點我鬼知咩？我點會爆響口啊？唉，算啦算啦，都係怪我自己防禦能力低。哦，咁即係阿 Yan 有咗啊！恭喜曬喎！多謝多謝多謝。喂，出嚟啊，飲嘢啊！嘢咯喎！有幾夜啊？搞緊咩啊？咪就係搞緊啲嘢咯。係啦，早唞啦，係咁。咦，走曬路啦！一停身，隊員，今晚輕鬆啲，唔好咁拘謹。飛機到曬，海神，仲以為今日燒烤場借多你督察班添。大家咁話啦，我同阿翁 Sir 夾好咗，嚟緊一年五日咧，要同你哋準備 passing out parade， 所以今晚咧就俾你兩班人盡情開心。飛機到曬。阿冰啊，點啊？工作點樣？上手未？幾好啊！出咗嚟之後咧，真係學咗好多嘢啊。雖然咧，落馬洲口岸真係有啲遠，但係咧，翻口岸咧，真係咩古靈精怪人都見到喎。我喺深圳灣一樣精彩喎，有人咧用輪椅做掩飾偷運水貨，仲俾我捉到添。都唔夠你哋三劍俠開心，一齊入曬 IPIB。雖然我哋都係 IPIB， 但係我係 O Group 嘅。我同菲菲係 UTP。嗯哼，咁我 team 係點㗎？正啊，專業又認真，我哋日頭又好人，同埋師傅又肯教我哋喎。同埋，我已經封咗封叔為我偶像噶啦。喺個英明領導之下，我哋 UTP 同埋 O Group 咧雙管齊下，雙劍合璧。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啦？最近有個幼兒教育中心嘅負責人俾人拉咗，因為佢哋冇根據承諾去提供呢個幼稚園嘅面試訓練，同埋售賣呢個侵權嘅英文教材。係啊，我哋拉咗佢哋嘅校長，希望會起到多啲嘅阻嚇作用，少啲小朋友同埋家長受騙啦。我喺 TCB 咧都跟住一單 BB 牙膠嘅 case 啦，個細路女咧差啲俾啲 BB 膠嗰啲税咧近到窒息。哇！幼稚園面試、幼兒教材、BB 牙膠，全部都係關於細路仔嘅喎。咪真係啲細嘢。嗱，我冇講啊。咁又唔係喎，民生無小事，小事大意義。唔係諗得咁輕易。啱啊，我撐你哋。都係嘅，不過俾我咧就梗係想入 CDIB 啦。毒品 case 下下都億億聲，幾勁啊！其實每一個崗位咧都一樣咁重要，唔需要羨慕。每一個人員咧都定期調入唔同嘅崗位嘅。關長話齋，海關由雞蛋管到原子彈，由奶粉管到白粉，海陸空都要全面兼顧。你哋離開學院之後，仲有大把嘢學，挑戰陸續有嚟。今日大家有好機會建立關係，都要出到去見到面，咁合作無間。唔係咁講啊，趁佢哋未 hit 住我哋，今晚一於玩盡佢。想玩啲咩先？關完班好，俾個機會你哋一雪前恥。好啊！歡迎嚟到第200屆至230屆督察基本訓練課程 K， 第601屆至605屆關員基本訓練課程，學員建議會操場地。不可能變可能，一生憑信心，堅守護法精神。Yeah yeah， 穿梭幻變風雲，一生憑勇敢。尽我本分，分析真与假，找出真相吗？竭力寻突破，碧海中探索，变幻中有我，不会去躲。We have no fear， 耗尽力气追踪那迷雾里真故事，寻证据用理辨明。安静，踏着气应战，走出困境。We have no fear， 多艰辛都可以。
第六八一届湾园基本训练课程最优秀学员叶敬安，第二二八届督察基本训练课程最优秀学员方晴朗。香港海关是一个专业、团结、追求创新的部门，我期望你哋以热诚、果断和进取的态度执行职务，服务社会，以护法守关、专业承担为荣。我亦衷心祝愿各位结业的学员在新工作岗位工作顺利。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我想准备做事。今天有行动，张常华想叫你去。扮鬼扮马，不要做海关啊，拍戏啊。这个就是飞鱼行动。陈 Sir 第一天上班就破单大事，你这个新人忙分分钟驾崩。你当然见我不到，你只是见到 KO 而已。我跟 KO 什么关系都没有。